成为了队长。感觉到迷宫底下从螺旋，要是继续，要是你不能让帝国局。简易拍卖，放弃竞标，变更简易拍卖的规则，其他队员已得标，开始竞标。竞标后以钱来分配，开始下一个竞标。可恶的圣兽猎人们，你们是觊觎圣兽而来的吗？出现了，副队长战斧出现了。竞标有标后以钱来分配，结束所有竞标。条件不符，无法使用。简易拍卖，在拍卖中出价。物品已得标，结束所有竞标。条件不符，无法使用。开始斩首任务。
石简易拍卖。在拍卖中出价，已进入商会竞标，放弃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放弃竞标。开始下一个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放弃竞标。开始下一个竞标。放弃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开始下一个竞标。竞标后以钱来分配，结束所有竞标。简易拍卖，放弃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结束所有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结束所有竞标。无法使用。开始简易拍卖，在拍卖中出价，货品已得标，结束所有竞标。简易拍卖，放弃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结束所有竞标。开始斩首任务。
持简易拍卖，放弃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开始下一个竞标，放弃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开始下一个竞标。竞标留标后，以钱来分配，放弃竞标。下一个竞标，结束所有竞标。开始简易拍卖，在拍卖中出价，货品已得标，结束所有竞标。开始下其他队员已得标，结束所有竞标。
无影团亡灵，无影团。只简易拍卖，放弃竞标。竞标流标后，以钱来分配，开始下一个竞标。在拍卖中出价，已进入商会竞标，放弃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在拍卖中出价，开始下一个竞标。无影团亡灵董振的属性。物品已得标，开始下一个竞标。其他队员已得标，开始下一个竞标。放弃竞标。竞标流标后，在拍卖中出价，开始下一个竞标。物品已得标。结束所有竞标。